医生攞咗我哋肺组植去做化验，证实系肺癌，第四期。如果俾你重新再拣，你会唔会都系拣翻以前条路嚟行？我会拣做翻个好人。行政长官决定赦免你嘅刑罚，我仲要担心嘅就系文华本性难移。佢要发达就要冒险。都唔系点啊，杀咗佢啊！你话生意你唔再理噶嘛？ 你而家算点啊？延续强人系列，破毒强人，7月31号晚8:30，翡翠台。